今天要来介绍精品的中式综合披萨跟西式综合披萨，口味包括中式综合披萨的香肠披萨、烤鸭披萨、西式综合披萨的总会披萨，以及夏威夷披萨。香肠披萨跟烤鸭披萨是以蘑菇、洋葱及起司为基底，喜欢起司口感的人可以在烘烤前加上更多起司，放进烤箱并开始烘烤。烘烤至表面呈金黄色就大功告成啦！看看这款黄金起司多么会牵丝，根本让人大流口水啊！总会披萨跟夏威夷披萨是以火腿跟玉米及起司为基底，一样可以加入更多起司，放进烤箱并开始烘烤。夏威夷披萨的玉米跟起司融合为一。再看一次这款起司多么会牵丝，整体香气跟风味都更上一层楼。喜欢这四款披萨的朋友们，快去官网订购吧！